开始吧。好，这个地方先接高碳码，高碳码从这里接，收回来背虚部，然后左手跟左脚一起向左边，右手碳，右起来，再点。小宝不行，我要往这里起脚，往这个地方起脚。起脚。落地的时候，左手靠近胸口，往左边探出，往左边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好了。起脚，往左前起脚，然后两个手要抱起来的时候微蹲，转一下，好，蹬，蹬完了以后，我好像是上次录到这儿是不是？嗯。左脚一摆，右手过来一个露膝奥步，来吧。嗯。然后来个三头，不行不行。摘锤，好，来翻身，伸腿，先到这里啊、哦，左屈右直，左手放下来，先来一个翻腿小步步，左手放出，把这手伸出去，就可以接扳，用这个扳呢？来。扳打完的时候，就是上步的时候。要，现在你要继续往前走，不然你录不清楚。等到扳打完就到这儿了，然后左手开始往右移，这个是拦。左脚伸出去，右叉。这个是锤，对吧？嗯。好，锤完了以后，两手一抱，这个抱啊。你要在摆步的同时把手伸开，微蹲，不用蹲很低没关系。好，来一个蹬腿，落地的时候往这边抹，左打虎，接下来往右边抹，右打虎，往重心回来。一个蹬脚，蹬完以后，两手收回腰际，稍弯，往这个地方，放风管，倒起来，往这里起脚，这是左蹬，一下，再一脚，这是第七脚。完了之后就没有了，放下来，搬，拦，对吧？搬拦之后是什么？锤。赞呐、啊，林包包。哇。神通四壁。哦，所以这。